大家好，早安。已经不是早安耶，下午啊12点多。然后台中下午的天气很好，所以不用穿那个外套。然后我今天跟朋友一起玩，出去玩。然后那个朋友跟我说，就假如有一家很好喝的饮料店，那个德正。我忘记了那个名字，应该是德政吧。等一下找不到不是赤脚路，我不知道。真的找不到我到底在哪里看到的？超烦我今天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但是我今天起床就发现我有点头晕，为什么？干嘛有点头晕？到底？我现在要去那个上次我来台中的时候发现的那个甜甜圈，超好吃，所以我再要买。刚刚我朋友说这家很好吃，几家几。这是尤其很稳的韩系的鸡，就让我朋友迟到一个小时，虽然我也迟到了30分钟，然后昨天的朋友也快迟到一个小时耶，他们跟我一样会感觉这家好好吃然后朋友还不来，所以我先要去那个就附近的那个新村啊，对，那个在 Seven 的那个期间限定，然后这个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在嘉义看到的那个店，好想吃哦。到了，什么什么的新村。而且看起来很好吃，花生辣酱的面。这个看起来很好喝，柠檬冲乌龙，40块耶。德政，等一下我喝完之后，如果好喝，我推荐给你。我们来到了汤站吗？这个我们要吃火锅，然后我刚刚把我的手机放在这边，结果如果放在这边，姐姐完蛋了。都是水。
等一下，这个胶真的超有质感的，但是感觉有点贵。好想吃，好想吃火锅，然后还没喝耶，好想喝我朋友的推荐，这个叫什么？我不会念这个什么什么乌龙鲜奶大杯，然后我加了什么什么的乌龙茶冻，这个乌龙茶冻看起来很好喝，很好吃，这样子吃习惯。拜拜拜拜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肥肥，想要吗？拜拜。哎，看起来超好吃耶。我不知道，我忘记我点了什么。麻油鸡。麻油鸡啊，对，麻油鸡。看起来好好吃。一块超大，超大块的。先要煮。只有台湾有。关掉然后这个盘子很可爱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西瓜啊，西瓜，我也是吧。八路要酒，给大家看，记录一下。看起来超好吃。很烫，等一下，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，幸福幸福。谢谢。哎，这家叫什么？汤站好好好好吃，可能会再来。汤站，这个叫站，没看过这个字。站站，汤站，楼光 QQ 站。